那你先把户口本取回来，我登记完就给你送回来，好不好？也就是一天的事儿。啊，登记，行，那我抽空去取吧。你明天下午过来。那眼睛里有针的吗？看不出来这瞎子，这不真瞎吗？没有同情心。一天1块钱，掏钱吗？哎哎，哥哥，你这5毛的，你给个1块的，这不有、哎、这不有1块的吗？是，你的呢？我没有。你钱呢？钱呢？就在这儿呢。钱放哪儿了？啥呀？啥呀？抠吧唧。张，没事做点善事儿，知道吧？做点善事对你有好处，知道吧？啊？成天抠吧，那么抠呢？你都来，走。谢谢了，谢谢。明明白啊，不能再抠门了吧？哎，狗哎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哎呀，真乖了，来来来来！哎呀，让我看看你。哎呀，咋这么漂亮呢？我喜欢大狗。我是狗，我就得意啊。我喜欢猫。嗯，等攒够钱呢，咱给我瞧瞧办狗场，专门养狗，完还能卖大钱呢，这玩意儿。我入一股，得办个狗场得需要多少钱？不知道。大熊，走了。哎哎，走了呢。哎，真漂亮。哎，我说，你小子现在攒多少钱了？商业秘密。不告诉你。快吃啊。嗯。哦，哎，记着啊，先上堂后说话啊。知道了。姨妈，你今天准能登记成。姨妈今儿要是再登记不成，这婚我不结了。你们女人啊，净爱说那过头的话。走啦，小心点啊！再见。干大事要放轻脚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你猪脑袋呀！来，哥哥哥哥，来加上，我哪知道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猪脑子，咋的你呀？喂，走。
好好学习，以后得打100分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好，是这样，我有一个卡丢了，然后我想补办一个，里边还存了我200块钱。啊，可以，请问您身份证带了吗？啊，带了。啊，稍等一下。哎，好。1860吗？1860啊！哎，老五啊，有1860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嗯，要不大哥你看看别的。下一个。你们先来吧。这多好啊，太不上档次了。哎，哥们儿，看四块手机吗？你这多少钱啊？哎，不贵，才1000块钱。啥？不贵，才1000块钱。你这最多也就300块钱，你这二手货。哥们儿，你啥啥来来，我诚心买，你不诚心卖，你自己想一想吧。来来，你看这一块，待机一年了。待机多少？1年啊。时间太短，我要买待机5年的啊！你真会开玩笑，大哥。药都走2小时了，他说去哪儿了吗？不是等机去了吗？还能去哪儿呢？
他手机丢了呀。多少钱？找我？喂 ，Hello， 魔头，你死到哪儿去了你？我现在在二手市场上买了一部手机。陈耀东，你这人到底靠不靠谱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现在马上就过去啊！你爱到不到？你不想结婚就直说，你别让我一个傻子在那丢人现眼，我告你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怎么什么事儿都往那方面扯呢？怎么了？啊，结婚是你提出来的，我不往那上面扯，我对不住你。我告诉你，是你做了必须让我结婚的事儿，我才跟你结婚的。哎呦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你一个大男人，你臊不臊得慌？臊死我了！我臊得我都想一头撞冰箱上，我都。那你撞啊你！你这么不要脸的人，你都知道害臊了，这话以后不要随便拎出来说，你听见没有？你看好了，这可是摩托罗拉，一看这皮毛新旧，就你给这点钱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给有点昧良心的给这价钱？那不昧良心是咱俩之前说的。少扯淡，这个加点。大哥，你就这价了，你说我一个收二手手机的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你整的好像我们哥几个就容易似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收二手手机都在价。你怎这个天哪？行啊，就这价行不行，大哥？行的话，那就给一手交钱就交货，好不好？行吧。我跟你说，我真是有点不愿意买，太少了。哎呀，来，拿你钱。慢走，大哥啊！在这打个电话啊！好，打吧。王八蛋，我就不认识你了。陈耀宗，你是不是跟哪个女的在这约会呢？你还带个王八蛋干嘛呀？你老实说，是不是想跟我在登记前还跟人家做个最后的告别呀？啊？问你话呢。才哥，才哥果然是你啊，才哥啊！这谁呀，才哥？给我们介绍一下啊！你嫂子好。弟妹，大兄弟来这儿是跟我们谈点正事儿。对，
是吧，哥？看看你们挺眼熟的，咱们在哪见过啊？才哥那朋友吗？我们肯定去过家里啊。哦，是吧，嫂子？少给我使眼色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装可怜，我也不会饶你。哎，嫂子，就哥还是个男的，对不对？就一两句话的事儿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啊，对，有啥事儿在这说呗。商业机密。行行行，机密机密。第一会儿啊，嫂子，哎，我们就借一小会儿，一会儿就还给你啊。慢点，慢点，轻点，轻点。我要干，怎么干？你能不能找着我？哎哎，站住！哎，嫂子，什么事儿？我们家在哪儿？在鼓楼街。撒谎！我刚才在建业小区看见你们，看见你们抬个担架，对不对？谁抬担架来着？别别别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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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都给我，我疼死了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子，出来！这手机是我买的，谁能证明这手机是你买的？卖手机的那个人他就可以证明是我买的。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人家说根本没有卖给你手机。你相信不法商人还是相信我们？对，我相信事实。这事实现在摆在你面前，你为什么不信啊？没有购物发票呀，所以不能单方面认证事实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乔蕊，我们认识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跟他讲一下那个三个贼的事儿好不好？啊！妈的，妈的，咋整的呢？一脚没踩住，这国台咋又出来了呢？哎，我发现这小子最近是跟咱飙上了。二叔，这小子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啊？啥特异功能？他有特异功能？特异功能？别说他没有，他就是有，我也给他连着给他挖了，你信吗？往这块儿现在已经安那个预警系统了啊！你手机上有一个串号，你知道吗？已经是在我们这系统里边挂了号了，被随时监控了。也就是说，谁使这个号，它系统自动的就报警。你摁开机了，你使着那了，它当然不抓你，抓谁？哦，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对。哎，但是坏事也是好事，咱毕竟自己东西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它不是好事啊！你想一想，我自己的东西啊，最后我花钱买回来了，那两千多块钱的东西，最后被那王八蛋一倒手成300多块钱，不，他从哪边讲，他不是好事啊！他事儿你得两边看。是吧？哎呀，不对，你就我哪边看他也不是好事啊！你自己免灾呀！你一个警察，你怎么跟说相声似的，老和稀泥呢？哎呀，你别啰嗦了，你要不是乔瑞给咱们俩作证，还不知道咱们俩得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。就是嘛。是。但是嫂子，我跟你说啊，谢可以，别老拿用嘴谢，是吧？行，等我们俩登记完，请你吃饭。叫上徐警察。啊啊，走。哇，他真不是好事儿！我跟你说，我他。我就觉得这事儿特别奇怪。哎，那我打电话给徐静南啊。想什么呢？想你呢。想我啊？啊，你看啊，你两次救了我，这不是一般女人能做出来的。我要是不把你娶回去，老天爷他都不答应，你说呢？啊！好。啊，过了。啊，过了，可以了。你们把这个念一下。结婚誓词，我愿以邓佑真做我的合法妻子。我愿以翟耀东做我的合法丈夫。从今日开始，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，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，
都不能将我们彼此分开。我发誓，从此将永远爱护你、保护你、尊重你，并忠诚于你，不离不弃。我将爱你的所有的优点，并善待你的缺点，也正像我呈现给你的，也是一个优点和缺点的综合体。你看我干嘛？有嘛话跟你儿子说去。我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向你施以亲密的帮助，而一旦我需要帮助，也同样会在第一时间求助于你。我选择了你作为那个与我共度今生之人，让天地日月共同见证我用一生履行这一永不言悔的承诺，直至我生命与灵魂的终结。在这按个手印。哎，你们这里按手印没有印泥啊？哎呀呀，抱歉抱歉啊，光替你们高兴了，把这事给忘了。来，抱歉抱歉抱歉。你看看，来来，抱歉抱歉啊，来来来，光替你们高兴。生活是甜，爱情。我真是那么认为，他那张纸啊是特殊的，我那手指头一按上去啊，指纹自己就出来了。你什么脑子啊你啊？我就是这么想的嘛。我那手指头按在结婚登记表上的一刹那，我就把你当做我身体上的一部分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。嗯，不对，你应该说我一定要好好的爱你。我饿了。啊，你住啊你。走，回家给猪做饭去。今天是咱们俩大喜的日子，你请我到外面搓一搓。嗯，我妈她在家呢，她。你跟你妈都吃了40多年的饭了，单独请我吃一顿能噎死你。我那行了，你别烦人了，一口一个你妈你妈的，真是的，好像没断奶的孩子。行行行，好像这个世界上就你最亲似的，啊。反正比你好。走吧。去哪儿？点菜啊。这菜也太贵了吧，那鸡肉才多少钱一斤，他一个宫保鸡丁敢往15块钱上吆喝，你这太过分了你们啊。让不让我吃？先上点水啊，小姐。有免费的吗？有啊，对，上免费的。来，我自己来吧。韭菜鸡蛋虾皮饺，嗯，再要一个海味全家福。哎，等着，咱不点了，咱们在这儿吃了。走，那边有更好的。干嘛？那包。赵云，哎，应该叫老婆，咱俩碰一下。老婆，你还叫的挺顺口的嘛，没事老练是不是？昨天晚上我练了一晚上，舌头都起泡了。贾晓东，嗯，有了这个证，
咱们俩就是合法夫妻了。行，从今以后咱们俩好好过。你要是敢对我三心二意，杀了你。我知道，领了证就相当于拿了驾照，绝对不能违反交通规则，绝不违章，你放心。以后你也不许跟别的女的眉来眼去的。我跟哪个女的眉来眼去？徐静南。你那么紧张干嘛呀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不许再见他。舍不得是不是？行，趁着大义没干，咱们俩把离婚手续办了吧。不是，你这女人怎么什么话都敢说呢？啊？那我就要你一句话呀。你要我哪句话啊？见他你就是孙子。你怎么那么怕我见他？我不喜欢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喜欢他。你看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少废话，你是不是舍不得了？你又来了。那你说呀。你说不说啊？我见他我是孙子，行了吧？啊。还是想见他。二叔啊，姚正叔啊。你说那方便面吃的，我一闻那味儿就想呕。你呀，这比赞你得算老宅身呢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那犊子，咱能好几天不出门吗？那咱吃啥呀？大哥，别整那个包子、面条子，那东西一看就没档次。今天咱去一家像你样的饭店，整两桌。行行行，好啊。哎，就这家呗。这就咱去这家吧，哥。这家有狗肉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你不吃不就得了吗？他家做狗肉，我就不想把钱给他。问你点事儿事儿的。哎，那前面还有一家，咱去那家饭店得了。走走走。是好像搁哪嘎见过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那瞎子呢？对，就是那瞎子。真的犊子！看我的。兄弟，还认识我不？仔细看看，我给你提个醒啊，上次咱俩见面的时候，你是个瞎子，记得不？啊？我有个问题，老想不明白，老想不明白，我问问你，给我解释解释呗。你说你俩眼睛都瞎成这模样了，咋找着你儿子呢？啊？怕啥呀，臭小子？看啥呀？你爹容易吗？我养活你，天天装瞎骗钱，你吃得下呀？啊？兄弟，咱都得安分守己，能抬抬手吗？咋抬呀，大哥？我咋抬呀？正常行不？正常行不？我正常行不？啊？吃啊！啊？东西二给你，服务员，买单。老板，慢点啊。你这是往哪儿走？说哥，你看你俩狗多好看呐！
呀，啊，你能不能快点？哎呀，你别催呀，你说我一好好休息日全让你给搅和了。那家伙在烟囱上死活不下来，我一个人弄不了了。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，马上到啊。快点快点啊。哎，快，就在上边，就在上边呢。哪儿呢？那看不见。什么也没有，我来。你太胖了。啊？你太胖了。我嫌他胖啊？我上吗？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这地儿除了你，谁愿意来啊？慢点啊！哎。小唐，那儿呢？那儿飞了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小志，哎，抓住没有？哎，哎，哎，你慢点，别把我们家帅哥的毛给揪下来了。帅哥，谢谢啊。以后看好你家帅哥啊。哎呦，这鸟胖的，还有精神头，哇，那么高烟囱啊！哎呦，磨蹭啥呢？赶紧送我上班。吃啥长的？你管他吃啥长？那你吃啥长成这样？你说啥呢？好好开车。老翟，又咋了？那什么，你把车给我开锁里啊，我要出去玩。真巧啊！哎，啊，你干嘛去？工作了，送快递呢。啊，对，不错不错。我登记了。哎呦，祝贺呀！咱得庆贺一下吧，老翟啊！等那个结婚的时候，一起庆贺。为啥能庆贺两方的事儿，你非要变成一方呢？你是想攒钱是不是？来，聚聚吧，聚聚吧。完了，我选好地儿告诉你们，我给静南再打个电话啊。看他说徐静南的口气，像说他老婆一样，我心里边很不舒服。不舒服有什么用？我已经是有老婆的人，没有理由不让人家这样说。你想啥呢？走啊！没想什么啊。这样啊，我呢还有几个快递没送呢。啊，然后呢，我先工作，等你们定好地儿了之后，你通知我的。行，那你走吧，赶紧，快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快点啊！恭喜了。
他瘦了，是我看出来的。我瘦了，是自己在秤上称出来的。他的眼睛把我的脑袋看空了，他的这张脸让恨这个字在我的心里烟消云散了。整个事情是被我自己一步一步走成这样的。本意是不想伤害我喜欢的女人，结果两个我喜欢的女人都被我深深的伤害了。爱情有一种摧毁人的力量，心被炸碎了，人反倒安静下来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没有结婚，还有选择的机会，可是我既怕伤害等了我三年的影杰，又舍不得他。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得做出选择，没想到会用这样的手段，结果又是这样。你怎么了？病了？嗯，爱情是一种病毒，当你身体好的时候，他怎么兴风作浪你都能扛得住，一旦身体机能失调，免疫力低下，一个喷嚏就能把人撂倒。我得承认我病了。生病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人一辈子不可能不生病的。你这个人免疫力比较强，一辈子都不会生病。没有这么骂人的。金楠，过去我特别害怕你逼我在你和影杰之间做出选择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对爱情过分认真的态度让我觉得很害怕。过分认真的态度？我不希望你对我太好，因为我知道你对我的好后面有你想要的东西，那种东西让我觉得很心烦。不过现在我从你的脸上已经看不到那种东西了。你知道我心里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吗？我觉得自己心里空荡荡的，那种感觉更让我难受。简单，一个人想另一个人不是由自己做主的，是由时间来做主的。难受是跟自己，喜欢也是跟自己。你这样的人也会难受。喜欢，金楠，这五年来你跟着我确实受过了很多委屈，所以你说任何过头的话，做任何过头的事情，我都能理解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现在在想什么？爱情其实是一件很难过很复杂的事儿，我们谁都拿不准的。可是我们之间五年的爱情也不是一下子按删除键就能彻底解决的。按删除键表明了一种决心。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已经决定删除我了？是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做普通朋友呢？不行，我们俩不是那种关系。我真没想到我们之间的爱情会如此脆弱。
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在扛，现在我不扛了，肯定就要塌了。是你脆弱，不是我脆弱。我记得跟你说过，我讨厌这种一个人付出一厢情愿的关系。我的脑袋有些发晕，我听到他在批判我，批判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他的语气让我想起来会冒烟的东西。你想说什么？